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地平线：期待黎明》。目标这个好了。不过我现在走这条路好像会比较适合，这边刚好有一条窄路，感觉是比较大的冲天炮，大冲天炮。这样一讲，这个武器突然变得好没有价值哦。That'll help. Ah, 我错过了。转弯的点在这边。啊，这边啦，这条路。这条小路，不晓得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在等着我。手势的，记得他还蛮好烧的，虽然他没有说他怕火。机器经纪人帮你赚大钱，连经纪人都可以用机器的。来看看是怎么回事。梦幻企业战争寄出丰厚奖励，我们就开门见山的说了吧。你其实早就跟朋友一起比较你们的梦幻企业战争级别了，对吧？要是有人跟你说你辛辛苦苦画吹及机器人的草图，比较战舰的统计数字，都可以让你赚进大把钞票，你会怎么做？我说的是真的，机器经纪人准备的奖励根本是小巫见大巫，资料损毁，感觉好像在玩什么游戏，安利的地平线版，我不太懂。什么是安利呢？不会吧？雷霆啊 ，again！ 我实在没有很想打他两遍。这里有雷霆啊，那边有雷霆啊嘞。绕过去好了。怕我跟他打，我就死掉了，死掉就没得打喽。他周围
这一次的周围就是完全没有其他机器，就直销，地平线直销。看来就算到了这么高科技的未来，直销还是没有消失的。附近应该可以找到一朵金属花。没有找到是也没差啦。哦，找到了，还蛮顺利的。有三个技能了，可以点了。我还蛮想要这个的，学它好了。任务到底是在哪？去这个城看看，比较有可能会有任务的，就是在城里面，有人需要帮助。哇，我是不是到一个上不去的地方？还好，这边有路。我开始到打电动就会很热的天气，好热哦。他们也太多人睡在一起了吧？非常没有隐私的概念。Take a look at these wares. 这次居然没有跑了，而且还不能砍。You'll regret not stopping when you're in the thick of it. At least you don't have wares. 至少我没有败家子。干嘛我们？诺拉族的是到处摆架子吗？在这边也没有看到需要帮忙的人，怎么会这么奇怪？反正勇者的主要工作是洗劫 NPC 家，这是土匪好不好？洗劫 NPC 家只是一种必要的手段，因为我们要拯救世界，请他们贡献一点税金。Can't be too prepared. 很有道理吧？还好没扣血。广投手有咯，有咯，在哪里？你想要的牛终于让我遇到了。
等等等等，发生什么事？哦，他们在猎牛。你们加油，我先走。刚下班洗好澡，这么晚，辛苦了，这么晚才下班。好多只哦！太多了吧！闪光鹰，我觉得那一只不像是闪光鹰哎，那个大小，那个大小我觉得不对，那一只应该不是闪光鹰。好，这边是狩猎地，狩猎地的话我就不想玩，狩猎地实在是。很麻烦那个东西。那开这个萤火，然后去这个。时间好像有点赶，不然去解猎化好了。左转，有点难认路。过了这个城之后左转，可以骑进去吗？有萤火，中班啊，下午2:50到11:50，我没有上过，我不晓得。我最起码不用早起就是了，如果要我选的话，我不要早起，有点骑不太动这个地形。回到长颈兽附近。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办法很把握这个。好像是上面那一条哎，真是的。然后我们去前面回转。路痴啊！找路的时候就最难找了，加油，爬爬，兄弟，你可以的，你可是牛哎，使出你的牛力！我真的还蛮喜欢这边的月亮的，相较于。我们万亩圣地的月亮，哎，那边难道不是猎化区吗？如果是土匪营的话，我就打过啦。哦，不是土匪营。房产有点像，吓我一跳。刚过的早晚，一定要去。这种小子的，我就用踢的。不知道会不会过水？还可以哦。先开到几点？我开到1点，对，我们快要结束了，好像不行，太深的就过不去了，好吧，牛牛掰。呜、哦！牛牛，牛牛救我！
你留下我！怎么啦？怎么到处都是人啊？红岩板，这次是红岩板。恐怖呢、欸。我被罩起来了，不晓得是怎么回事，只要我使用那个弱点，火焰罐的弱点几次，它就会被罩起来。除了好使者没有这个现象之外，其他都很明显有这个现象。这样子看起来，我就是要拆了。哇！怎么在我后面啊？我现在是已经整个被包围了吗？一种四周都是鳄鱼环伺的概念。还不好猜耶、欸、那个壳。没关系，不好猜还是让它烧起来，我再慢慢猜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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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吧走吧，再打下去我的水要用完了。这边捡到一个金属花，在你们的范围。别再追了，怎么会追？夸张。
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七老兄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